好，再来木头，嗯，然后木棒，然后石膏，还有结婚证书。为什么结婚证书啊？没有啦，乱讲的。快点，搞什么鬼？没防喷，我知道啊，没防喷啊。我要找离婚证明书。哎、欸，你把村民杀了、哦？没有啦，还活着啦。哦，好了，我要跳下去，我要试着可不可以跳进水里面。嘿 ，jump！ 哎、欸，看我瞄准啊，没准到，我剩半个血、欸。你还没死？你居然还没死？对，我没死。你身上有木头吗？没有啊，我都丢给你了。天啊，我觉得我要死，我觉得我们这地图实在是好困难哦，超困难的。天哦，哎、欸，我们可以去换高速镐啊，是可以啊，可是你换到你要干嘛？挖快一点，可以搞快一点。你可以不要讲这种，哪有？我要跟姚结婚，那不可能啊！我可能会被一股残杀吧。走开啦，货！你为什么要跟我 K 修啦？走开！好了，走开，慢慢下去。走开，好，慢慢下去。小可怕、喔，这地图不能开防喷呢、欸，这根本是另一种程度来讲的精神虐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哎、欸，不能开防喷，我觉得好残忍，这坐着没良心。记得下来要走梯子哦，你没走梯子自己死了不关我事哦。没关系，我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。我要玩远远的吗？哦，远远更阴险，不要。好，我决定我要自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身上都没东西啦，然后我血都快没了，这样我压力好大，所以我要自杀。你真的很雷、欸，生存下去的意志呢？啊、你是有没有生存下去的意志啊？你这个人。没有了，哎呀，呦喂呀！这有扑过去一个就可以开始连接别的岛了啦。好了啦，我们可以去别的岛。我想去那个猪猪岛。该不会刚刚给的骨粉是为了拿种子吧？是，哎、欸，是哦，也是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，可以加速，对。然后有个蠢蛋就让他喷了。又我了。我不是说你。那你说的蠢蛋是谁？谁打枪我就说谁。你很好啊。很多人都这样讲我，看我的 ，yes， 我是第一个。你不要把水挖掉，你把水扩大一点点，让我可以跳下去。好、哦，把旁边泥土挖掉。哎，对。好啦，看你可怜啦、啊、世界上就是有这种可怜的，要我们帮他。他是不是？哎、欸、下面有东西耶。他是断层吗？那种？哎、欸，有，我看到这只猪了，他在。哎，大哥，下来。等一下啦，我现在下去可能会死啊。不会。你从水下来，快点！嗨，这里有我看到那个什么佐贺的阿嬷，佐贺的阿嬷，哦，阿嬷，他是隐居的阿嬷，那边佐贺的阿嬷。好啊，讲佐贺阿嬷听起来比较亲昵啊，为什么我不能点他、啊？我哪知道？有人说什么黑羽好瘦，黑羽好瘦，还好啦，不错啦，谢谢啦。突然觉得黑羽相反。哎、欸，隐居的阿嬷不能跟他买东西哦。这是什么？请看告示牌，不要试着骑到那只猪身上，那会使你的心理受到极大威胁，甚至你的账号再也登不进去。如果你真的做了地图做，真假的、啊，骑上去，哎、欸，黑羽你去骑看看，你对他按右键。我看，不要试着骑到猪身上。他说：“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我骑上去，我不就掉下来了？然后下面是火哎、欸。好，我试试看。好，我骑不到他、啊。对啊，按右键啊。我骑不到哎、欸。”没办法骑他，好吧，大哥，让我骑好不好？啊，我烫到了，安，黑羽不是哦，黑羽是一个一百。哎、欸，你们不要在面那个斧哈，拍哥，黑羽是180的高富帅，不行、啊，我骑不上去摇，你不要骑我哈，不是啊，那是猪啦，你刚说你骑不上去摇，我骑不上去逗点摇。这里可以生成猪和牛，还有鸡耶。嗯，那我们把这边有子，我们围一个栅栏，然后养鸡和牛他们好了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活更久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好、啊、都不理我，好、啊、都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听不懂啊！你再讲一次啦。好了，我要杀掉 Daniel 了。去死啊！你去阿波没办法跟他讲话啦。为什么？不知道你点他按右键没办法跟他讲话。有啊，我就有办法。真的，这个是交换药，这个是交换药水的啦。哎、欸，可以耶，明明都是摇奖让腐女崛起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你们真的是吼，你们腐女多得很可怕呢。腐女，你知道之前有一则新闻吗？不知道，我觉得新闻每天都在出啊。
哦，靠背啦，不是，不然你要讲什么？有一则有关腐女的新闻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什么？就是啊，有一个就有一对男女情侣，然后他们啊，就女的是腐女，然后男的觉得没关系啊，就平常还是谈得来，然后就有一天，男的在睡觉的时候，忽然感觉到一股阵痛。哦，我知道了啦，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了。是啊，他拿擀面棍捅他男朋友。我知道啊，看那阵超可怕的。你说从他后面那个捅下去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我知道啊，这我知道。那超可怕的。你会不会哪天也交个腐女，然后他就从后面捅下去？我呢？有，让我出去。你在哪里？我在这里，隐居阿伯这里。啊，怎样？看到了没？有啊。帮我派个人出去。不要嘞。哦哟，我现在用手抠太慢了啦。可以给我这张图的网址吗？你到下面，你有看到一个那个什么地图 and 材质包载点那个哦，你就点进去就看得到了。我的有我打掉红石火把了，你要不要？啊？你看你打掉红石火把？哦对啊，不用了，没关系。啊，我的，我要留作纪念。哎，下面还有路哎、欸，有啊，有这新闻啊，腐女有什么定义？你问你们啊，你哦有，哎，小心、哎、小心！我讨厌你！哎呀，你还给我堵路哦！我以为你是想让我死，对不起，我是想让你死。好了，我要上去。栅栏要怎么做？栅栏？对，用那个，等一下，什么？等一下，我现在。栅栏就是用那个木棒，然后横着排六个就有了，就是三排啊，三排就有了。了解。嘿，对、嗯。可是我回不去，没办法拿我们之前在那边的装备。你想不想？等一下。哎、欸，对，我装备都放那里。好。惨了，我们只能从这边挖了，好吧？等一下，村民会跑出来吧？不会的，那个阿伯很乖。哎、欸，对，这样他可能会跑出来。他隐居60年，他都不动，这样他就出不来了。他一直看着我，不行，好奇怪，我真的打不到那只猪哎！不要打他了，不要打他了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好奇怪哦。安娜诺，我觉得这边真的超级霹雳宇宙无敌危险的。真的有那么危险吗？有。我要自力更生！哎呦喂呀！你要自力更生。我记得是有个动漫叫做 M3 奇为黑瞳，嗯，对啊，我知道，我有截取画面在你的粉丝团，不是啊，在你的 RC 群那边，关我屁事啊 ！M3 什么的，哎呦，很凶哦，哎、欸欸，那边写什么 SHOP 哦 ，Shop 哪里、哦？买东西哦，那边啊，那边有那个银石灯啊，你有看到吗？我看，我看不到。你上来啊！哦，靠北原在上面，我有跑出来就是 M3 very like 法师。有，我终于动画化了啊！我终于动画化了。这一个月有一部新番叫的女主角，她叫做黑羽。嘿，我好开心哦！我终于出名、啊。哦，来、啊，你说哪里？好啊，都这样拒绝我，所以我可以下去哦。就那边啊，你是没看到啊？哦 ，shop 哦，对啊，去那边拍的。哎，对啊，你真的脏话无限哦，无限。无限 yes, 无限 yeah, 无限啊，我刚刚说无限啊，无限啊，我玩这个地图玩得很可怕，你知道吗？不能死的死的东西就喷了、欸、我电脑是有限的，你在吵你自己讲的我是神仙，这什么鬼？我哎呦，我要变成神仙染房老板，哎呀，哦，他可以换骨粉，哎、欸，这不错，这不错，是哦，多换几个，欸、多换几个，对，他是骨粉没错。我哎、欸，我真的没办法跟他哦，那是因为你在用那个你，然后哎、欸，我可以把这个花打掉，然后拿上面的钻戒啊，当然不行啊，哎、欸，他可以换食物哎、欸，这个我可以打绿宝石哎、欸，这个是可以换食物的，等一下。然后这个是，哎，不要打他，不要打他了。我只是试试看的。你是屁啊，是屁哦。因为我刚刚试打不出来啊。骨粉不划算。我们要换点别的东西。哎，我可以把这个灯拆回家用啊。
其实可以啦，这个游戏就是要给我们生存啊，代表说什么东西都可以猜，你知道吗？在那边屁，我刚刚被人真的啦，好可怕哦。可是我在想，到底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弄出作物来？不然就是要，换一个骨粉，然后撒在草地上，嘟嘟看有没有种子。我可以把画上的箱子打爆吗？不行，我想要那个箱子，拜托。你自己想办法。你为什么要在这边摆一个铁栏杆啊？干嘛啦？我刚刚不小心摆的啦。啊，你是不会打掉、哦？我打不掉啊，我手铐太久了。手铐太久了。我需要木材啊，可是我木材都在那边。我你在乱摆什么？啊？你在乱摆东西？我要摆回去的路哦。欸，我肚子好饿哦。吃屎啦！咬喂饱我。你，我跟你讲过，这里腐女很多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讲那种话？对哦，拍死，我忘记了。不是，这不是极限，只是他没有办法打防喷防爆，所以我觉得还蛮极限的。所以就，你有没有木头啊？有，我有一个，一个而已哦。刚刚有一个掉下去了，糟糕，不知道够不够哎。我还有一个泥土，你要吗？不用不用。哎、欸，这里有木头窑，这里哪里？这里，哪里的？看，哎呀，往后看啊，这里啊。我就快死了，你还打我？哦，拍死了！我说那里哦，没差了，没差。等一下，我先试试看这边。你快死了、欸，为什么？你剩一滴血。你害的啊！哎、欸，又我。好啊，那我直接让你走开。你给我走开！看你阿妈嘞！看你阿妈干嘛啦？因为他已经去世了。小屁孩。这样。欸，我一直看到下面有东西耶。不要乱看，等下看到鬼。欸，真的有鬼。没有啦。屁啦，在那边。欸，我可以回来本岛了。睡哦睡哦，终于。有会腐也是一股害的吗？那、yeah. 虽然咱是腐汉子，但是对于黑羽我实在没办法感兴趣。什么他说什么？他说他是腐女啊，可是他对你不感兴趣。呵呵。啊呦喂呀！你可以不要跟我走那么近，很恶心。因为我其实从以前就……我跟你讲过腐女很多。哦，对不起，平常的习惯。等一下这边、哦、拿绿宝石了啦，走了啦，我要换东西了啦。哎、哦欸，放什么烟火啦？你是智障哦！哟，我只是试试看吧。玩完再放啦。我只是想要试试看。你低脑、喔，哇，这里都长不出来这个啦，打走啊，我们去别岛种啊。这是，等一下，走开。为什么长不出来？好、啊，你可以带去别的岛种啊，其实我不介意。等一下，你走开一下。好、啊，都叫我走开了，我好难过，不要这样赶我啊。等一下啦，不要吵。我等不及了啦，我要放烟火。放屁烟火啊！他也有一个观众说的非常非常好，他说：“姚，你要知道，虽然今天来的不是法师，但他是法师二号。哦”你想，你剩一滴血，我好想干掉你啊！你可以把装备先拿出来吧。不行，你给我滚开！哎呦，你把树苗带去别的岛种啦！好了，我是农夫，请你叫我农夫一号。吃屎啊！哦哟，好了，我要带。哎呦，不小心按到了。丛林树树苗可以种什么？种树啊，树苗不然拿来吃哦。为什么这里种不出来啊？我不知道。好，快一玩麦，快玩这么久。他可能讨厌你吧？也只不过偶尔嘛。他可能讨厌你吧？找我实况是个非常非常大非常什么非常对的选择，什么错误的选择？我没空。你要不要有没有泥土啊？有。我现在已经饿到跑不动了、欸。真的、哦？真的、啊。那，哎呦，我流血了。给你泥土在这里几个。然后这个你先拿去种一下，我去。那、啊、就种这里就好啦。你可不可以挖呢？你可不可以给我那个稿子？不行。哦，我自己就没稿子没。你就做啊，我自己都自身难保了哈。哦，我们要合作啊！好了，给你合作啊！掉去了，没关系啊，有了，捡到了，安安，
哎，这是小香安安牛，安安牛，安安牛，捡他！差点就去了。你看，就是讲错话的后果，再讲嘛，嗯。等一下，这太危险了。这实在是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肌肉怪怪。噔噔，嘿嘿，这实在有害我的生命危险。还好了，太可怕了。啊！要用那个什么蛙比较快？哪个蛙？那个啦，那什么斧头？你要挖什么？我要挖木头。兔子会不会变成3号？不会啊，兔子还好，好不好？还有兔子可严重的嘞！你不在啊，他一直狂飙你。啊？没有没有，乱讲，我乱讲。他飙我！看，这有记录的，他等下杀掉我，我乱讲的。你也惊啊？我也惊，我惊死啊！我超怕女生的，凶起来女生最可怕了。知道，嘿耶。哎、欸、，W 串 ，Hello。W 串也来了，安安哦。对啊。哒哒哒啦！不要出怪声。我只是唱个歌。那就是怪声。哎呦哎呦，我要下去了。快去啊！我你看我半格血撑到现在，你在那边居然给我以自杀了事，你这种人哦。想不开啊，像我抗压性最低了。在那边累。哎、欸，有蘑菇岛哎、欸，有啊，我想喝汤，我想喝蘑菇汤。哎，冲尸体哦！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我刚惨掉下去。我看到你惨掉下去，吓死我了！你看，讲错话了吧？活该啦！你活该啦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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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这边有水，那可以先填起来。其实，反正家里有无限水源了。对啊。耶、yeah, ，天下、啊！我忘了走楼梯了。哎，我要流血了。好，我要做点东西。我刚刚金恐怖呢，这地图你们为什么看我玩的这么臭啊？去，因为这地图没有办法打防爆，没有办法打防喷防爆。对啊，刚刚有一个人叫我自杀啦，不知道是谁啦，那种人最讨厌了，真的不知道是谁啦。然后我现在玩的超惊恐的。不知道是谁哦，关我屁事！哎、欸，这边破好大一个洞哦、喔，这边怎么的、欸？你打那只羊，你看你打不打得到它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刚打它打不到。真的假的？这你打。等一下，这边只要不要让它会掉下去就好了。等一下，这样，啊，这样这边就不会掉下去了。好，你打它看看。等一下啦。好，我等不及了啦。那我打。不要，哎、欸，你打就它会转圈圈。你看它真的，你看。打不到啊！你打，哎、欸，你打到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不要再动了啊！哎、欸，这只啊，为什么？啊，它着火了，它自己下去了。灭火！捡它喽，捡它喽！有我灭火！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为什么我没办法打它、啊？我怎么知道？这样我要怎么给自己吃食物啊？你就吃屎吧！瑶，你是不是我有 mod 吗？有啊，看一下，有哎、欸、没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真的、欸、有啊，奇怪嘞、欸。哎、欸，他可能讨厌你吧？他觉得他觉得你的手太脏了，你打不起。下雨喽！我知道。呀呼！真敢说，好像你手很干净一样。不知道谁每天晚上在用他的枪的时候，就要打给我说：“哎、欸，我现在在干嘛？在干嘛？”好、啊，没有，这是我自己编的。你知道我的台是没有48加的、欸。真假的，我台也没有啊。哎，那、啊 no, 你好意思、哦？我应该射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射什么？这样感觉好奇怪。我也有窟窿，有窟窿，我要死了。哦，不要发出怪声 ，M 三。哎、欸，我捡到东西哎、欸。捡到什么？我捡到打火石。哪里？那为什么你会有打火石啊？捡到的、啊。捡到打火石？对啊。你哪里捡到的？那个这里有一个箱子里面提供的，然后还有一颗古力派的头。你哪里看到箱子啊？等一下哦，我掉下来了。我总是容易找到一些奇怪的地方，包括你家吗？对啊。哎呀，我打雷，打雷！你把哦，算了，不指望你，我自己做一把稿子。什么不指望我？告诉你，指望我，你的活的残活几率才大。居然没有半个石头。
你有没有石？你有没有石头啦？给我两颗啊，哎、三颗。谁说不要期望我、啊？给我三颗石头，快，三颗石头，三颗石头，快点。好啦好啦，给你啦。真的是啊！啊，我忘记了，喷光光，东西喷光了。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，我帮你捡骨。捡骨猎头，哎、欸，真的，你真的拿到打火石？哎、欸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李狗蛋，这什么东西？哦，命名牌哦，怎么那么奇怪的名字啊？李狗蛋，我很耳熟，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明星也叫李狗蛋。我身上有搞高，哎、欸，对我，哎、欸，我身上居然有一把、欸，哎，对哦，我身上有一把。哎、欸，是否还东西给我啊？你要什么？我把你的东西，我把你本来的东西还你。搞跟斧，哎，谢谢。哦，我不要打火机啦。捡捡都自己吸走了，我丢在这里，我丢在这个平台，你给我下去捡，快。好啦好啦，我是乞丐，我是乞丐。哎、欸，打火石，你给我留好，你给我放回家里的箱子哦，不见我就揍你哦。啊，我们可不可以挑一个离我们比较近的箱子啊？不行。真的、哦，你说这个哦？哎哎、欸，对哦，这里有重生蛋哎。对啊，我刚刚都没发现哎。雷，好好好好。你没把镐跟斧给我啊，大哥？镐跟斧哦。对啊，我刚刚有掉镐，还要想贪污是不是？没有啦，石头全部交出来给我，快！哎、欸，不用、啊、不用，我这边有，对不起，你自己回去。没关系啊，我丢了啦。那你回去继续挖石头。好好好，好啦，没关系啦，看你可怜，给你啦。嗯，在那边嘴炮。哎呦，谁嘴炮？我最讨厌嘴炮了，我打他。谁？你。哎呦，又是我。是你。啊啊啊啊！救我救我救我！哦，我要把这个水盖住，这太危险。安安，什么黑羽跟瑶下蛋的？不要再讲这种奇怪的东西好不好？哎，山妮喜欢女生，我超喜欢女生的，我喜欢那种病娇系的女生。病娇系的哦，观众们有听到哦。黑羽征婚了，黑羽征婚了。没有真的夜逃啊！你在叫屁叫啊！铲掉去。为什么我打不到他、啊？你不要打他啦！哦，你把引过来干嘛啦？我就要工作哈！哎、欸，不要，你不要下去！等一下，他要自己过来的没？你不要打，你不要打，哦、你走开、欸，你走开，你走开！哎、欸，这样可以做啊？对，刚好高度可以养那个。你真聪明！你走开！没有，这边我要种田的，我要种田的，你走开！啊，那我要去别的地方养我的动物，黑羽快乐小农场。傲娇接受吗？傲娇接受，其实傲娇也 OK 啦。傲娇也 OK 啦啦啦！你可以，他变真的古力趴了。啊！刚刚有一个古力帕的头，他现在变成真的古力帕了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好，我要把我东西都放着。好，我要去跟他单挑。其实我们可以把这里当做我们的岛了。哎、欸，居然没有、啊。我觉得这里比较好、欸，因为刚好是取中间值，你知道吗？好啊，那你就去把东西都搬过来，你给我搬小心一点。好啦，结果等一下我就啊滑倒了。有人问你知不知道七星、欸？哎。哎、欸、啊，古力帕死了，算了，死了好 啊, 啊，不然等一下你又被他炸个稀巴烂，就在那哇哇叫。对啊，他从一颗头变成真的古力帕、欸，太可怕了吧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游戏作者设定的。刚居然没有，瑶、欸，你都要挖岛的下面啊，岛的下面有一些都有东西耶、欸，像这座岛下面就是古力帕、啊，真的假的？你往后看，你往后看。我有点不想看。来，在这里看到我了吗？嗨、欸，嗨、欸，那边这一座啊。哦啊牛牛你我刚刚就在这边下面捡到打火石的哦，好好好好，哎、欸，你有把本岛的东西搬过来啊？还没，等一下。好好好，我真的很怕你又做出什么事，然后我们的资源又全没了，可能自杀之类的吧？你可不可以有志气一点啊？哎、欸，对吼，我就好没事，我就天生就这样啊，你就雷啊，抗压性啊。好啦，等一下给我几颗石头。你也去，记得去把熔炉搬回来。我实在不知道交给你是对的还是错的、欸。什么东西？我说把那个重责大任交给你，不知道对的还是错的。当然是 OK 啦，我啊最负责任啊，我要掉下去了，没有啦，
吓你一跳。你到底会不会？我知道我的饱食度，我现在就是要种东西啦。你是否该把你的东西？等一下，我想跟你讲，我想跟你讲一件事，瑶。哈，我跟你讲好了。怎样？我觉得你应该会杀了我。嘿，我回去跟你讲，我到了那边我再跟你讲。好好好，你记得把东西搬过来哦。你要做什么事？我把熔炉打爆了，我用手敲它，结果它没掉出来。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那个还好，那个还好。然后我的装备全部掉在悬崖下面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刚不小心把它丢出去了。你是败？没有，我开玩笑的，我全部放在仓库里面。哦，等一下。妖怪被我气死了。等一下。你快死了啦，大哥！我知道你，你有没有搬完啊？不是有铁桶吗？没有，没有铁桶，没有啊！屁啦！欸、对，我回去看你。我来，我回去，你给我待好。好，我留下。哎、欸，对。观众们，我要趁现在把所有物资拿走，然后让你咬在这边自生自灭。你在那边哭哦！我现在玩的超可怕的、欸。我没有哭，我在笑。哎、欸，真的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桶子？对，我也不太懂。对，我记得刚刚那边不是有？这是别座岛吗？啊？在别座岛吗？另外一座岛也有箱子。不是，没有，我放在本岛的箱子啊。你在那边？对啊，为什么不见了？黑羽其实还蛮可爱。不。对啊，真的我很可爱，讨厌啊。法师二号青出于蓝胜于蓝，你看他们都在称赞你。当然。是我吗？可是我。哦，其实你们不知道，法师是我教出来的哦，他是我最得意的学生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再挖了啦，这都破洞，你还要一直挖？我掉下去嘞，怎么办？你自己想办法。好吧，那我要自杀。又自杀？最好的方法，抗压性整个超低。它是有东西吊着，所以才这样。我想要拆几个灯来用，可是这样子感觉很不好。还好啦，感觉还蛮好的。我真的觉得这种事情交给你实在是。好、哦，你在攻杀，哎、欸，怎样？哎、欸，我迷路了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我找不到回去的路、欸，哎，糟糕了。哦，找到了。我怎么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？哎、是你把我路堵住了，靠呗。是哦。对，哎、欸，那个是铁半砖呢、欸，你把它打掉了、哦。对啊，我把它打掉了，因为我刚刚上来。好，我把它放回去了吧、啊。不用。好、啊，那我把它打掉。你到底想怎样啊？哦，你说不用啊。好了。真的，我打不到猪哎、欸。不用打它，你打它要干嘛啊？我要吃东西啊。哈。我要吃东西。你要吃？等一下。好了，没有，我乱讲的。你会用点正常的方式吃东西啊？我保持度比你还要满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刚刚一直自杀，你看，自杀不就最好啦？我记起，我就是没记起，你怎样？有人说这一次完完全全爱上黑羽怎么办？你这是被直接告白了吧？不是间接，直接了。他其实是间接啊，他隔着聊天室跟我告白，然后我没看到不算。你有没有哦？你有没有石头啦？做一个熔炉出来啦，快点啦！好啦，做给你啊，看你可怜呐、啊。哎，来呀！不是啊，重点是我比较好奇铁桶嘞。对啊，铁桶不见了，我去找。不用，你不要去，你不要去。给你啦。等一下，你哎，喂、欸、喂。怎样呢？你有泥土吗？补一下这个。有啦 ，of course。安安。来，嗯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哪里是可以挖的。等一下、喔，这里也不行，补起来，快。哦，硬要呢。关键你补这个门干嘛啦？之后我们可以从这个门进去啊！啊，你屁呀、啊！你不觉得这样很棒吗？我喷掉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没看过永远只是幻觉。真的？什么东西真的？我喷掉了。可是我记得他们说铁桶是被我喷掉的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有一次你叫我拿铁桶去试试看会不会死。哎呀，只有一个而已啊。我拿两个，没有啊，其实我只有拿一个，可是另外一个我真的找不到。我跟你开玩笑，我只有拿一个。那你给我去找出来。
好奇怪哦。你给我去找出来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忽然打不掉这块木头？等一下。